女性感身材受到不少粉丝喜爱，到哪都能吸引超高关注。近日她则受邀登上综艺节目，让不少粉丝相当期待。但她似乎因为行程太累，在和大家吃完饭后，直接趁着小空档在餐桌上倒头大睡。队友看到后也偷偷把这一幕拍下来。只见照片中可以看到她睡得相当香甜，甚至还放松到嘴巴微张，丝毫没有察觉自己被拍下照片。不过事后她也不怕形象崩坏，大方的在网上和粉丝分享自己的趴桌睡相，让粉丝看了纷纷笑翻，也大赞女神好自然不做作，就算睡到嘴巴张开还是很漂亮啊。